施总，要是没有您的提携、您的引领，我肯定成长不了这么快。真的很感谢，但陆总是我的第一任老板，是我进入资本市场的领路人，我想回去帮帮他。 柠檬啊，想帮就尽管去帮。说实话，这几年陆总对咱公司帮助还挺大的，咱也没少用人家的人脉跟资源。那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你想去帮他，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支持。况且我跟陆总是战略合作伙伴，帮帮老战友。 那是应该的呀。有空了，常回家看看呗。谢谢施总，我应该谢谢你，真的。 新的基金找的怎么样了？目前连个正式的名片都没有，不是人家看不起你，而是看不见你。我找了梁总，还有唐征旺他们，他们都很愿意做你的 LP。还有莫比的林总，他的公司上了新三板，他也愿意投一笔资金进来。还有我自己这些年的存款，虽然也没多少。 但是文字腿也是肉嘛。妈，为什么这么保我？我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是你带了我3年。那个时候，你虽然老让我做你的秘书，不让我去做投资，简直是又难缠又难伺候。但是当我自己踏入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才知道。 你是在以你的方式保护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最优秀的投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你就当我是报恩吧。还有。 那天你跟我说，投资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那次，你是不是想问我，可不可以回来帮你？那要看你的诚意了。那你愿意做我的合伙人吗，宁总？ 成交。哎呀，有你这么对新公司股东的吗？你不应该哄着我让着我的吗？我让了。你哪叫让啊？陆明明，我可是把老副本都给你了，将来要是因为这个天天帮妈不让我进门，你得对我负责，你。 不管怎么说啊，我非常感谢你跟甜甜，这笔钱我一定会好好打理，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去甜甜进门。这才是我以前认识的陆金明啊！成，哥们儿，等你嫌疑翻身那一天。哎，你现在跟小柠檬关系怎么样啊？啊，合伙人。 你说你都跟人回过老家，见过人家父母了，你就不能想着把你们的关系再推进一步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宁檬刚分手，又没多久，再说了，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仇没报，钱没还，什么都给不了人家。任宁檬要的是这个吗？他要是想要鲜衣怒马、豪宅轿车，那分什么手啊？跟人苏嫣结婚不什么都有了，是不是？知道了，你先错过一次了，这回可别再错过了。 行，哎，你这新公司的规划做的怎么样了？我看看。啊？你怎么看起房子来了？哎，我也不能总是赖你这儿啊。我看甜甜好多天都没过来。哎呀，没事，你甜甜正忙事业呢，你踏实住就行了。别劝我，我想好了。那你打算搬哪儿啊？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现在什么状况你也知道，没什么资格挑三拣四的，能住就行呗。行，有志气，哥们挺你啊。哎呀，但你也得先忙工作呀。你租房这种小事交给我这个小股东就行了，你放心，好不好？ 是不是你有眼缘啊？这房子啊，户型好，环境绝佳，价格还好。哎，这是柠檬家吧？啊，柠檬也住这儿啊？这么巧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户型好，环境绝佳，价格还合适。哎呀，别磨叽了，哥们跑断腿才找着呢，赶紧不安吧啊！ 走，看一眼。啊！萌萌，怎么样？哇，绝世大美女！没想到花自己钱买东西是这么开心的事情。哎呦，听见什么声了没？好像是钱包在哭泣的声音啊！哼，大不了我下半个月吃土呗。这是谁的朋友圈啊？ 这表可贵了，沈西学姐，苏依然以前的女朋友啊。嗯，看看，谢谢你 ，Jason， 携手7年，期待我们下一个7年，以及今后人生中每一个7年，还挺浪漫呀。那你跟学长最近有联系吗？那你跟你的前老板有没有什么进展？ 什么进展呀？现在公司才刚注册，员工都还没招，也没装修，司机。你呀，你把事业上的技能点分一点在感情上就好了。我第一次创业，我还嫌我事业上的技能点不够呢。哟，工作狂，包个芒果，我给你包。帮一个忙。好，好，好，给你包。更美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从曾宇航家搬出来了，总是住他们家不太合适。我的情况你也知道，不太好找房子，曾宇航帮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太合适的，正好这间对外出租，价格什么也比较合理。这么巧？妈，我也觉得挺巧啊。 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还不是我运筹帷幄，花了大价钱才把他旁边那家给骑走的，要不然那陆明明能这么快搬进去？哎，我家小航航这么厉害啊，这么聪明，太给力了！哎，你说这回他近水楼台了。
总能追到小柠檬吧？嗯，应该没问题。嗯，希望他这次能开窍。嗯，那个，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邻居，那多多关照了。啊，你不用客气啊，有什么事儿直接敲门。不客气，不客气。你都收拾好了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用不用，熟门熟路了。刚交完电费，怎么又停电了？老房子可能电路老化了吧？哎，你们家配电箱在哪儿啊？什么箱？配电箱。不知道啊。不是说熟门熟路吗？找找。找到了，哪儿啊？这儿。哦，这个就是配电箱啊。哎，果然是跳闸了，把这个搬上去就好了。哦，我来。还挺容易的啊，又学会一个新技能。你这能住得惯吗？要不我帮你再找找吧。不用找了，怪麻烦的，我能适应。再说了，在这住以后找你商量工作也方便。哎呀，合着是压榨我的劳动力方便呀。行吧，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哎，你吃饭了吗？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我减肥。不许减肥。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一个做投资的，你减什么肥呀？减肥不吃饭，脑子万一不好使怎么办？哎呀，点燃了你一项技能，那我就蹭你一顿饭，也行。好。脸？脸怎么了？那么可惜，还好我有你，那么多的牺牲力气让我一个人经历。谈情说爱就好好谈情说爱，想给你简单的宠爱。没有那么好奇，除了想到你，那么多的不可思议被你一个人占据。巧克力最甜的那句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可以啊，砍价一点都不含糊。公司不还没进账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哎呀，这儿不好打车呀，这排队都排了100多了。哎，你会骑车吗？会啊。没有那么好奇，除了想到你，那么多的不可思议被你一个人占据。快一点。哇，你下啊。来啊，走。骑得还挺快。今晚的星星去了哪里？哎，放到我来。来吧。有一种好听的旋律，和着心脏的节奏砰砰跳起，火花四溢，笑容里有一种自然的弧度。好了，别蹦了，来吧。你怎么老抢我活啊？这个活啊，根本就不适合小个子干。那个是胶，你知道怎么弄吗？哎，把你的护手霜给我用一下。这你都知道啊？给，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报了家政清洁班啊？
那倒不至于，我呀就是跟老宁取了点经。哟，老宁教你什么了？老宁教我对你好一点。哼。哎，你说我们这儿能看见我们之前的公司吗？能啊。那个。哪个呀？那儿。右边第二栋。啊。呀，外卖来了，可能我去拿吧。哎，你送错了吧？我没点这么多啊。没错啊，是这儿啊。别送了。陆总，你是我陆总。你怎么送起外卖了？啊，这不迈巴赫卖了吗？我就寻思先开电瓶车练练手。陆总，新公司招人不？我现在开电瓶车老厉害了。小宋，你们当当当当，小羊牌特调咖啡来喽！小羊，杨梦洁，哇，这就是你们新公司啊？你们不觉得缺了点什么吗？嗯，缺了一个活泼可爱、泡得了一手好咖啡的总裁秘书啊！简历都准备好了，宁总、陆总，请公布。我的简历也在这儿呢，你看看。那正好，我帮陆总和宁总把把关。刘总。哟，小杨、小宋，你们也在这儿呢，这么巧啊！我还想着新公司成立得赶紧的招兵买马，没想到人这么齐，这不就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吗？要不说咱是一个公司出来的，这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们接着演啊，我看你们三个一定是提前商量好。那个不是三个，是四个。任鹏飞说了，他手上项目一完事马上就过来，还说请你们把项目总监的位置留给他。宁总、陆总，你就把我们留下吧，我们一定好好干。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哎呀，小杨、还傻愣着干什么？把地扫扫去。好嘞，小宋，马上干。那桌子碍事了，赶紧的。哎，好，我也去帮忙去。入职了。愣着干什么呀？继续。走。刘总，拿干抹布和水桶。好。来，我来吧。你又抢我的活。喝点水。啊，走，擦。姐，对了，咱们这新公司叫什么名字？要不还叫鸡鸣资本吧？我觉得新公司啊，应该有个新的名字，才算是新的开始。嗯，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陆蒙。道路的路，结盟的盟。嗯。不是，为什么不是陆总的陆，宁总的蒙？这秘书能不能专业点？老总的八卦不能传。啊。陆蒙的意思是，各路英雄好汉都来结盟。呀，这个好。哎，这好啊。这个好啊。我非常感谢
你们信任我，愿意陪我从零开始。也不对啊，从负数开始。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开公司啊，但是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之前我摔过一跤，很惨，很痛。但是这一跤彻底把我摔醒了，让我更好的知道未来的路我应该怎么走下去。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资本市场上除了利益还有很多更宝贵更珍贵的东西，像是情谊的理想。感谢你，来，陆萌加油！陆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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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公司未来重点关注的赛道。我跟宁总都觉得智慧社区的前景非常的不错，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我们手头的资源。我给麒麟家居的唐总、莫比的林总还有乐汇的刘总都发了项目书，他们都很感兴趣。家电家居类的产品都在智慧社区的产业链上，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我们现在唯一缺乏的就是资金优势，大 LP 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公司，小 LP 吧钱又很少，而且很难打理。但是千万不要小瞧这笔钱，积少成多嘛。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啊，大的 LP 虽然资金充足，但是他们对于回报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但小 LP 他们更有耐心去等待一个项目的成长。智慧社区呢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不是立马就会有回报的项目，反而是需要我们去陪伴它慢慢成长。再说了，我们新公司业务刚起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嗯，我也认识几个小老板，我可以和他们联系试试。陆总，人我帮你招，钱我也能招进来。刘总，你像招财猫。好了，今天会就到这儿吧。哎，小杨，嗯，你把上一季的财务报表整理一下。好嘞，没问题，宁总。宁萌，那件事儿有苗头了。昨天尾盘的时候，南陵股份的股价被拉了起来，走势非常的蹊跷。庄家开始行动了，等了这么久，终于露出马脚了。接下来想怎么做？我见过黄总了，他对我们的环保概念特别感兴趣。他说，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的资金，智慧社区这个项目就交给我们来做。进。林总，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在推进，你不用太担心。哎，南陵那边怎么样啊？联系的？我托了一圈朋友联系上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他们公司的运作肯定瞒不了的。但是有个问题啊，他马上就要辞职了，未必肯冒这个险。我明儿再把他约出来，争取一下。嗯，好。哎，你那宾馆住的还习惯吗？习惯啊，这有什么不习惯的？之前我们进尿的时候不都体验过了吗？广州那边蚊子特别多啊，那宾馆有吗？没有啊，都挺好的。那就好。行，那你吃完早点休息吧。好，你也早点休息。
完了。哎，小杨，陆总回来了吗？姐，下午都问了三遍了。都怪小宋，小宋，那本来是你去接机的，你怎么不去呢？那陆总不让接，说坐机场大巴能省点是点。哎呀，现在陆总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以前在鸡鸣资本的时候，他哪吃过这种苦啊？哎，陆总，怎么样？陆先生，我的辞职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等交接完，我跟这个公司就没有一毛钱关系了。这个时候，我不想接完升职。我理解，我向您保证，这个事儿一定不会牵连到你。陈总，我相信你也一定看不惯他们卑劣的手段，要不然您也不会辞职不干了。我也一样，我作为资本行业的从业者，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我都不希望家里那帮人继续作恶。劣币驱逐良币，真正应该离开的是他们，而不是像您这种坚守底线的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不知您能否帮我把南林高管与彩虹资本之间的抽屉协议接受了一下？协议给你也没有用的，彩虹的老板很鸡贼，这种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出头，都是授权给他手下一个姓邱的来做。姓邱的？邱俊林。邱俊林这个小人，果然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是啊，我还记得他当时为了抢柠檬姐的项目，害柠檬姐气到辞职。对，陆总为民除害，把他一顿臭骂也开了，老解恨了。明天我去找他，有了这份合同，不怕他不招。还是我去吧，你去彩虹目标太大了。再说了，邱俊林本来就看不上我，我在他面前他更容易掉以轻心。嗯，要把这出戏给唱好，缺了谁都不可。这样，明天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任务。邱总。有位宁总说跟您约了，我让他在办公室等您。谁？宁总。宁总。宁檬。邱总。哼。好久不见。你来干什么来了？来跟您谈合作。哎呀，真是越混越好啊，什么人样呢？凭咱们以前的关系，没什么可聊的，慢走不送。邱总，您还是
先看看再做决定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份涉嫌操纵股价的抽屉协议，是以你的名义和南陵签的，想必是靳总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授权你做出头鸟了吧？柠檬啊，啊不，宁总，您都已经混成总了，怎么还这么小肚鸡肠啊？还是因为当年我把你挤兑走了，怀恨在心，想报这一箭之仇啊？邱总，你要是这么想，你就把我们之间的事儿想小，你把格局再打开一点。那我们怎么打开呢？我要你们采黄资本和双勋人宁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收购清河公司的证据。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邱总，都这么久了，你的演技还是一样糟糕啊。行啊，举报我去，我拭目以待，我看你能从我身上挖到什么东西。但如果真是这么干了的话，事情就会闹大了，那个给你提供资料的人就要倒霉了。听我一句劝，不是什么事情你都能管得了的。这个吓唬邱君林的方法我听明白了，但他万一不上套呢？你别乌鸦嘴行不行？哎，也是啊，邱君林给靳海洋鞍前马后的干了这么多脏活，出了事儿，靳海洋应该会帮他摆平啊。对他来个有恃无恐，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怎么办呢？这份协议根本就不是为了邱俊林准备的。慢走，拜拜。邱总，你好像误会了，这份协议我不是给你准备的。靳总今天有个金融论坛，一会儿应该就回来了，你说他要是看到这份协议上的分成比例和他手上的那一份不一样怎么办？他要是知道你跟南陵签了阴阳合同，吃掉了中间的差额，光这一单你就黑了他不少钱，他会不会很生气啊？他要是发现你每一单都胆大包天的黑了他不少钱，你说靳总会不会把你当成替罪羊直接搞死，顺便洗白他自己呢？你们怎么知道这个邱俊林一定能在协议上做手脚呢？当年他黑我洛克项目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招。邱俊林这个人既贪心又胆小，满脑子全是小便宜和小聪明，他这一招啊估计会用一辈子。如果这个事儿要是让靳海洋知道了，他会吃不了兜着走。您脖子不舒服啊？落枕。这些你吃回扣的材料就等靳总回来以后慢慢看吧。来，我们先聊聊我们的事儿。哼，擦擦汗。不需要，不需要。清河那个事情啊，我没有参与，我只是陪他们吃顿饭。那天靳海洋靳总他有事先走了，我就只能当个局奴陪酒嘛。你要知道，靳海洋鸡贼得很，他谁都不相信，像这种肥差他只会自己亲自操刀的。
这我知道，你们现在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还没到穿一条裤子的时候。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要论鸡贼，那谁比得上邱总啊？平日里没少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吧？这可是你的保命符啊！你为靳海洋做了这么多上不得台面的事儿，一旦东窗事发，你就得进去替他扛雷。是，你是黑了不少钱，但这些钱说白了都是你的卖命钱。为了这点钱，你就要担所有的违法风险，值吗？老邱啊，是靳海洋不地道在先，你为自己留条后路也是应该的。只要你能把证明他们违法操作的证据给我，东西留下，保你平安。邱俊林手上真的有他们侵吞庆和的证据吗？像他这种小人，谁都信不过，谁都得防着。如果一份抽屉协议不够用，那咱们可以再加点码。让我想想。行，那你好好想想，在靳海洋回来之前最好想清楚了。出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喂，陆总，靳海洋提前出来了。别慌，想办法拖住他。邱总，考虑清楚了吗？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我干脆直接举报你得了，这样还有警察同志替我好好审审你。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靳海洋是救你还是卖了你。这挡道啊，往边上靠一靠。怎么回事啊？老赵，不知道啊，这不存心的吗？抄他们，靠边停车来啊！靠边停。哎，找不到了吗，邱总？我钥匙找不着了，我。哎呀。靳总，哎呀，好巧啊！陆继明，你怎么在这儿？喏，过来谈个项目。是吗？还有人敢跟你谈项目？你债还完了吗？哎，还差一点。靳总，不知道您手里有没有多余的钱，能不能帮帮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陆继明居然找上靳海洋了。行，这事儿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过你得先求我，好好的求求我。靳总，要不你先听一下项目，啊，都是一些适合你的大工程。说说看。
希望你以后不要来骚扰我，你要保证。那要看邱总的诚意了。我以后再也不愿意见到你。给长城贴瓷砖，什么狗屁东西，脑子有病。哎，金总，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项目还有别的，给黄河装栏杆，给太阳安个开关，怎么样？你还真病得不轻。我觉得这些项目都特别适合你，空手套白狼。我说陆继明，你现在只剩下耍嘴皮子的本事了，你能把我怎么地？我是不能把你怎么地啊，秦总，你太紧张了。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人啊总要有点幽默感，对吧？好了，我不耽误你事儿了，行吗？不想被欺骗。